诸位同学，诸位法师，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04页最后一行，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会疏云，等觉有二义。一，如来名等觉；二呢，一生不出位。这是都称等觉。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于是，注经家于此经文亦有两说，一位是住等觉位菩萨于十方世现八相成道，世现八相成道这桩事情，很多人都能实现。实现心满可以实现，那实住的圆满，实行的圆满，实回向的圆满，他们都有能力实现。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实现呢？不是随自己的意思，这个诸位要知道，初住在原教，初住以上，他已经修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怎么会实现八相成道？那八相成道怎么实现？众生心，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希望见到佛，他就现八相成道。这个是一个地区，众生很多，缘都成熟了。如果一个两个人呢，他用化身，他不用应身，应身呢一定是这个地方很多人已经成熟了，那要实现呢，来投胎修道做这种榜样佛教里称为表法八相成道来表法。
一般最多的状况呢，是等觉菩萨。像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这一位等觉菩萨，就是一生不处啊，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能够实现八相正道，那这个世尊在《弥勒菩萨下生经》里头说得很清楚啊，将来龙华三会度生无量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个阶段学佛而没有成就，很多人呢，将来在弥勒佛下生的时候他们会成就啊，在那个时候成就，所以他会实现。另外一种呢，此乃果佛，这个情形很多，已经成佛了，遇到缘啊，也遇到这种缘，恒顺众生啊，像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观音菩萨九缘界已经成佛了，他就属于这一类的果佛，从果相应示现八相，这是成佛后的利用。总之啊，大觉妙用不可思议。那如果我们细心在大乘经里面去阅读，你就会看到很多啊，实现八相正道的，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在印度所实现的啊，这很普遍。啊，因此这个后头做个总结，总之大觉妙用不可思议。啊，我们不必于此二者强执一说啊，没有这个必要，不妨并存。这两种情形常常有，很普遍。那盖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了。摄住啊，这个摄性未圆满。这是讲圆教，摄性圆满就真的初住了，初住菩萨就有能力示现八相正道。那么换一句话说，十报图里头41位法身大士都有这个能力，何况成佛之后啊，诸佛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看到有缘众生应以佛身度化，他就现八相正道，自自然然的。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第二，殊胜全德分八，啊，这是把八相成道在此地
让我们再温习一遍，通通是表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段，八相成道分八段，小段，第一段下生，从斗率天下生。你看，十月斗率，经文上就三个字。啊，上一段末后，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末后两句，再赞大师之师德了。那么经文以及下文的两段，则再赞菩萨，普于十方世贤八相成道的殊胜全德。啊，这都是善巧方便。啊，度化众生呐、啊，经文学斗率将王公气味出家，苦心学道，表八相成道，但其位不一，凡有五等。啊，细细去分。真解曰：啊，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把这五种啊都说出来了。第一个，如华严贤首品及起先论，你看，摄心满位，世贤八相，佛菩萨慈悲，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绝没有自己的意思，啊，完全是众生，众生怎么样想，佛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摄住心满之后，他没有想了，他不起心不动念了，反复起心动念，六道叫内凡，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出了六道之后，十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法界都叫外凡。那佛为什么也叫外凡？十法界里面的佛，他没有修圆满，他还是用第八识。啊，用第八识，这就是凡夫。完全转八识成四智，这叫成佛。啊，那他就不是实性位了，他是初住，圆教初住。圆教初住，就是中国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性。他将无始无明烦恼放下了，也将断掉了。啊，真正的圣人不是凡夫。啊，所以在十法界里头，与他有缘的众生来求度脱，他就有能力现佛身，啊，只要有缘的人，
心里头求佛来度我，他就现佛；求菩萨来度呢，他就现菩萨。啊，求罗汉来度他呢，他就现罗汉。总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随心因量。这是善巧方便到基础啊！啊，那么下面举例子，占察经，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说四种作佛。第一种呢，就是心满作佛，就是。起心论华严经贤首品里面所说的，那这是心满，他就能实现啊，心满就离开十法界了啊，就到一真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地位最低啊，初住菩萨。那么第二种呢，如大集经中灌顶住菩萨，这是摄住，摄住满位，能许无佛世界世心八相啊，这个世界众生语言成熟了，跟菩萨有缘，这个信息菩萨知道了啊，自自然然到这个地方来，事先八相成道啊。那么占察经里头第二结满作佛当知，啊，这是第二种。你看前面性满、结满、性结行证，这是佛教化众生四个阶段。啊，当他每一个阶段，我们今天讲毕业，都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机缘来实现八相正道。第三种，人王经，菩萨教化品。名初地八相啊，初地菩萨占察经第三正满作佛，当知啊。第四，若如来智得不思议经，说明究竟地。究竟地就是等觉，八相实现。占察经第四，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当知啊。那么第五华严不思议品里头，祝福念念出生智啊，此名佛后得智，出生八相实现啊。那么这是果后已经成佛了，遇到这个缘
也能实现。那么前四种应中实现，因为是菩萨位，他没成佛。第五种呢，是成佛之后起的业用。那么由此可知，八相成道是佛是非常普遍的。我们业障重，习气太深，障碍了见性。如果见性的菩萨，他有能力，他的天眼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刹土，看见这些菩萨们以善巧方便教化众生，实现八相成道，太多太多了。只要众生有这个念头，菩萨就有应了。世经说明，华严不是一品里面所说的，若以住思，多是第四不出作佛。这是讲经的这些法师们，他们多半讲八相成道了，不出菩萨。像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也是八相成道。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到地球上来实现作佛，也如是。若依净宗，我们根据本宗就是无量寿经上的说法，此中无所属。不像前面所说的有所属，净宗无所属。为什么？以阿弥陀佛巧方便回向所作故啊，因果功不思议，不可思议。若强论着呢，勉强说呢，或者是应该在第五，那就是佛后之种。这本经里所说的。那么由此可见，示现八相成道之人，皆为有五种。一般只知不出成佛所现。这是佛在经上讲的最多的。实际上，至少像前面所说的这五大类也，真解在偏重为佛后。种种说法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无为不妨其有啊，通通有啊。种种说法的都有道理，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通通都对。确实有这些四相发生的。全是诸佛菩萨善巧方便。
啊，恒顺众生。这一段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意思啊，说出这五种，就是说要顺众生，不是顺菩萨，不是顺诸佛。诸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如果诸佛菩萨起心动念，他退转了，啊，佛起心动念退转到菩萨了，菩萨起心动念退转到凡夫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永远不退转的，啊，所以做种种事情是众生的意思，众生想什么，他就实现什么。法华经普门品里面的三十二音，那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财，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啊，佛来实现的是果后，菩萨来实现的啊，是在因位上实现的，因果都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不能怀疑，听古的看古大道的注解啊，古大者不管他怎么做法，说的都是正确的。啊，没有说错，我们不怀疑，完全能相信，能信受奉行，我们有福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幕后这一句总结：盖十方来会之，菩萨无量。其戒位与平等中啊，也不爱差别。里面有是，有实行菩萨，有是诸菩萨，有实行菩萨，有是回向菩萨，有是地菩萨，也有诸佛如来，以菩萨身份来应化。这是事实真相，我们都要知道。那么这一段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能体会到啊，给我们的启示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他做到了，什么众生都随喜，平等的随喜，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八个字你要学到了，你是世间大福德的人。为什么？你用平等心，你的心量脱开了，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你所修行的跟普贤菩萨相应，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是普贤心啊！我们要会用啊！啊，记住这八个字。
对人、对事、对物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哪一种生才会赞叹别的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自然赞叹的。那用在家庭，就家和万事兴。啊，家庭要平等的。啊，那平等从哪里平等？不是从相上，相上有差别。性上没有差别，事上有差别，理上没有差别，这个道理要懂啊。做父母有做父母的义务啊，要慈啊，要爱护我，有养育的责任的。啊，养是把他养大了，育是教育，把他教好啊。啊，儿女有儿女的责任、义务，要孝顺。要顺从啊。不能违逆，这无论是义啊，义就是义务，必须要做到。啊，八相成道，知本师释迦，于一切诸佛示现成道的通途，通是普通。啊，多用这个方法。为世间人表法。但诸经论，因开合不同，所说也异。啊，八相成道。我们在经典上有看到有七相的，那有九相的，有十相的，到底有多少相？那这个你就开惑了。有些一个相分成两个，有两个相合成一个，啊，所以无论怎么个说法。啊，我们现在在此地讲八相，是吧？经论之多数，啊，有种种说法，但是说八相说的比较多，啊，那我们就采取八相，啊，那么再者呢，八相之中啊，内容也不尽同，啊，都必须要知道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世尊当时说法的时候，因人不一样，因时、因地、因事，随机说法了，听众欢喜，听的人呢，能听懂，啊，能觉悟。这个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啊，在讲经的地方不同，听众不一样，所以总要应机。啊，这个应机是以人听众为主，时、地、处、事，啊，这些条件
统统要具足。说法才能帮助听众开悟。破迷开悟，自然就离苦得乐了。那我们看看下面《大乘起信论》里的所说的八相。第一个，从斗率天下生；第二个，入胎；第三个，住胎。第四个出胎，第五个出家，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起信论上说，但是四教义里头讲的呢，就不一样。四教仪第一个，从斗率天下生，第二个投胎，第三个出生，第四出家，第五降魔，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转入涅槃。这两个对照便知四教义是开起信论里面成道为相魔，与成道两个合起来的，成道就相魔，合起信论里的入胎与住胎用一个脱胎投胎，起信论里头讲两个住胎入胎住胎，可见两者只是开合不同，内容没有差别。嘉祥大师依四教义判位移的八相，甚合于经词汇集本，所以念老就采纳了。这个汇集本里头莲公大师采纳，黄念祖的注解就依嘉祥疏经中舍斗率是第一行，将王公是第二与第三两行，就是入胎跟住胎。气味出家苦行学道是第四项，降伏魔怨是第五项，沉醉正觉是第六项，就沉浮勤转法轮，常以法印觉诸世间，即以下诸句，这是第七项。下段文中指于此种下而现灭度，这是第八行。
那么这是根据嘉祥大师，他是以四教义啊判为一本，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那么这个说法年老采取了。下面介绍舍斗帅啊，这第一项，从斗帅天降生。斗帅是梵语音译的，或者呢翻作斗书，读书斗啊，梵文是一个名字，翻译的人译音不一样啊，所以说译音有异。他的意思啊，斗帅是什么意思？要从意思上翻呢，范围妙处、知处、喜处啊，意思就是我们讲满足了。啊，知足，知足就常乐啊！啊，通常用知足用得多，这个里表发意思很深。啊，知足就无求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这两句话用在斗帅天完全相应。斗帅天人与人无争，于事无求，那这个意思呢，必须要有这种条件才能事先成佛啊，那我们还不知足，还有求于事，还有争于人，跟人还要竞争，这就成不了佛了。啊，这个没有资格成佛，所以不处菩萨为什么要住斗帅殿？说他知足了，表这个意思啊。啊，真知足了！啊，菩萨道知足，所以他有妙足、喜足。啊，妙，善巧方便，神通妙用啊！啊，通通具足啊！啊，喜是欢喜，弥勒菩萨给我们实现的欢喜啊，在中国我们造弥勒菩萨的像是布袋和尚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他是在宋朝南宋高宗的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啊，他姓什么，名字叫什么，生平啊没有详细记载，高僧传里都有他啊，有布袋和尚啊，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这个奉化一带背了一个布袋
常常出去化缘，人家给他供养他的就往布袋一放啊，提了布袋就走了，所以称他做布袋和尚啊，他的名讳没传，只传出布袋和尚啊。他临终的时候也是非常潇洒啊，临终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说完他真就走了啊，这个是可以相信的。说他是什么人再来的，说了不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说了，就身份暴露了，他就走了，这真的啊。所以没人知道他，他自己宣布他是弥勒菩萨。以后中国人塑弥勒菩萨就塑他的像啊，确实这个像啊跟弥勒这个名号相应，知足嘛，常乐啊，常生欢喜心啊，肚皮大能包容，取这个意思啊。心包太虚，两周杀劫，没有不能包容的啊。中国人把他的塑像放在山门门口，面对着山门，旁边是护法四天王啊，俗称四大金刚，把他供在天王殿当中表法啊。意思是什么呢？必须有大度量，能包容，常生欢喜心，你才能入佛门啊。把他代表入佛门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好啊啊，什么人能学佛了？真诚、清净、恭敬啊，确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能包容。佛法包容一切法了，佛法里头找不到敌对的，找不到，进门就破掉了啊。敌对的是什么？叫边界两边啊，对立的两边没有了。平等心显现了，有相对就不平等，没有相对的啊。边界两边，善恶是两边，邪正是两边，是非是两边，两边没有了，代表中道。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进佛寺的山门，第一个看到弥勒菩萨，啊，他就是教你生平等心，成就喜悦相。佛门弟子，处世待人接物，心要公平，相貌要慈悲，满面笑容，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能实现这个相，你是真正佛弟子，让社会大众看到
对佛赞叹，啊，佛的弟子好，啊，不与人计较，不见世间故，啊，对别人都能欢喜赞叹，引物扬善啊，没有人不欢喜。啊，这是独帅的意思。独帅是生平等心。啊，从独帅天下降。啊，下降来干什么？到这个世界教化众生。这个世界与佛的缘成熟了。啊，大家都希望有佛来教化他。所以菩萨现佛的身份，八相成道啊，来教化众生。啊，所以斗帅啊是欲界中第四天。内院呢，现为啊，现是现在为弥勒大师的净土。外院呢，则为天中娱乐之处啊，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圣人是弥勒菩萨，他的道场叫内院。那么内院之外的是斗率天人所居住的地方，这个要修大福报，还要修定。那如果只有福没有定，到不了这个地方。啊，只有福报，没有定功，是四王天套里天。那他将来生这个地方。如果有定功呢，就能够往上面，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里头定功，一层比一层高啊，欲没有断呐，越往上面去，欲望是欲不啊，如果欲断掉了，他就不生欲界了，他到色界去了啊。欲界有六层天，他是第四层啊。欲界是有乐的享受啊。那么第四天比第二天不能比，第二天是套利天。我们这个世间人一般讲天都是讲套利天啊，天上快乐啊，人间很痛苦啊，大家都希望将来升到天堂，这个天堂就是四王天堂跟套利天堂啊，这是最普遍的。比套利天更快乐的夜摩天，比夜摩天更快乐的斗率天，一层比一层殊胜啊，修大福报还要修禅定啊，这个禅定没修成功叫未到定，如果禅定修成功了，他就到色界去了，四禅八定啊，他要修得初禅，他就到初禅定去了，他不在欲界了
啊，福报大，寿命长。啊，六道里面寿命最长的是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大劫。那八万大劫怎么数？这个银河系沉住坏孔八万次，它是这么长的寿命。那么这个银河系要是坏了、空了怎么办呢？它到他方世界，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六道的地方。啊，有无色界的地方，他到哪里去了？那等到这个世界成就之后，他又回来了。那好不好呢？我们现在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出不了轮回。那这就不究竟。啊，那究竟法，究竟法里头最究竟，究竟法里面最微妙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天是路去不得了。八万大劫的寿命有到头的时候啊，寿命到了，上头没有。就往下堕落，爬得高，摔得重。啊，所以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无量寿劫，遇到净土法门，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一定要把握住啊。六道轮回里面的好事，三善道跟极乐世界同居图来相比，差太远太远了啊！所以要下定决心，真信，没有怀疑。真愿啊，这个世出世间一切统统放下，一心持名啊，念念不舍这一句佛号，我们跟佛就相应了。啊，将来舍寿命决定往生。啊，往生要学海鲜法师，要学海清法师，海鲜法师的妈妈没有生病就走了，没有一点痛苦啊，这是真的去了。为什么他们能走得这么自在？他们佛号一天到晚没有离开口。就能做到。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没有必要说的话不说，把说话的时间改成念佛，这就对了。
觉明妙行菩萨有一本书叫《西方阙旨》，他在世修行，同参道有12个人，小道长，一点都不杂。在一起修行，12个人个个往生，通通成就。所以道场不需要大了，大道场很难成就人的。来佛寺是个小道场，没人去。所以这个就修行好啊，没人打闲岔了，没有人跟你讲话，里面住着3个4个人，都是念佛。不说话的，开口闭口全是阿弥陀佛。这叫净宗道场，这叫念佛道场。人数不需要多，大家到这个道场来，就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觉明菩萨12个人，志同道合。就等于说，12个人呢，集体。闭关跟外面的外缘断绝，不受外面的影响，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用清净心、真诚心、恭敬心念佛。连课程都不必制定，就是一句佛号，站着念心，坐着念心，走着念也行。没有其他的闲岔，一句佛号。像来佛寺一样，一句佛号。老和尚早晨3点钟起床，烧香、拜佛、绕佛，累了休息，床上躺一下。休息好了之后，接着就念佛。你看，念佛、绕佛、拜佛。在一个小道场里，谁都不会上妨碍谁，真干的，效果那就是往生自在。阿弥陀佛来接你，预先会通知你，你知道什么时候走。真正的自在，我们接着看下面，普要经说法门品，这里头有一段经文，其斗数天有大天宫，明月高床，光长2560里，菩
菩萨常作，唯诸天人敷衍经典。那《婆要经》里头，世尊为我们介绍斗山内院。那内院有天宫，那称为高床。这个天宫很大，啊，广长2560里，啊，广长来举个方形的，啊，每一边是2560里。菩萨常坐，这就是弥勒菩萨坐在这个大殿里头，围住天人讲经说法。佛地论第五卷里头也有一段记载，啊，说独思多天，后生菩萨于中教化。啊，独思多天就是斗率天。啊，后生菩萨，菩萨最后生。啊，他在向上一提升就成佛了。啊，菩萨在这个地方是最后生。啊，他离开斗率天到他方世界去做佛去了，啊，事先八相正道，就后生菩萨就是一生不出菩萨，此世界过现未三世之不出大事，皆从此天降生。啊，这后面这几句是念老为我们说明的。啊，像弥勒菩萨，他现在在斗率天，啊，他就是一生不出菩萨。那宋朝的时候，在中国现的像。是出家人的像，不带和尚。啊，现的是比丘身。啊，一生油画，居无定所。啊，教化众生。用仁慈包爱，用欢喜心，弘传佛法，念老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就娑婆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阶段里头都有佛菩萨在世间示现教化众生。那不出大事，像弥勒菩萨这种身份的人都是从斗率天降生。下面这一段我们看第二段，斗率天下降出生，出生在哪里？在皇宫，
为什么要出生在皇宫？是为了表法。啊，世间人争名逐利呀，啊，觉悟的人呢，他名利是现成的，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他是国王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能把这个舍掉。别人要争，他现成的，他要放下。这表什么意思？国王、人王、仁慈的国王、圣王。啊，中国人讲古圣先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功德太大。还有比这功德更大的吗？有。舍弃王位啊，宫廷富裕的生活，去出家修行，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这些人他们的功德超过国王。他用什么？积功累德。他万缘放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善意一波，一生都在教化众生。教学的功德超过做国王啊！在中国有个代表啊，你看孔子，看孟子，他们一生教学，多少帝王死了以后，谁知道？孔夫子、孟夫子，谁不知道？啊，提起这个两位，真的是大教育家。这两位老师，谁不尊敬？谁不仰慕？谁不赞叹？啊，他的教学影响到今天，2500多年，影响到全世界。啊，历代哪个帝王能够比得上？你要想通了，你就明了为什么他把王位舍弃了，他就出家去，你就想通了。那如果真的想通、想明白了，他出家修行正果，他要想用王位来教化众生，来治理国家，做一个好榜样，到天上去了，天王啊，
口衰天有天王，化乐天有天王，大自在天有天王，初禅天有天王，大梵天王，四禅天摩西首楼天王，啊，这些人都看缘分，有这个必要的，他实现的。应以天王身而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在这个世界，中国人讲360行啊，现在这个世界行业不止啊，行行里面都有佛菩萨在其中。所以这个社会才有安全的。啊，佛菩萨何以在其中呢？要有众生相续。众生有感，佛就有因。啊，众生不相续，佛就不来应了。啊，要知道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佛菩萨有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叫慈悲，慈悲也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法身菩萨。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佛菩萨之所以令人尊敬佩服，达到基础啊，就是他没有自己，完全为众生，而且呢很顺众生，这一点非常难得啊。在顺众生里面，以善巧方便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真实的教诲啊。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他说他那个小庙吃的是苦，穿的是布，穿的是布是真的，吃的是苦啊，不是真的。他们自己种粮食，自己种蔬菜，种水果，都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污染。啊，所以吃的是最好的。快乐无比啊。啊，他这个92年生活在极乐世界，啊，物质生活样样缺乏，
但是精神深厚，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他没有烦恼，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牵挂，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你就想到他多快乐，啊，这个乐是自然的，也是每个人都有的。啊，问题，你不把你的乐找出来，你要受苦受难，这个过错是在自己，不在别人，别人没有办法干涉你。啊，你看他一个人多自在。那我也想修行，没人供养怎么办呢？不需要，自己老祖他教你这个方法。啊，一个小庙。4-5个人共修，只要有五亩地，中国的五亩地，面积不大，啊，自己劳足，生活就不成问题。啊，海贤为我们实现这个。啊，生财之道不难呐、啊。一个小的行业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不求发财，这个很重要。啊，任何一个行业都能保住你的基本的生活。佛菩萨保佑我、啊！啊，你是个好人呢、啊，鬼神对你都恭敬的。啊，海鲜老和尚身体好，阿弥陀佛加持他。护法前来加持他，啊，精神好，体力好，啊，又肯干，啊，他开荒，10几片地，总共面积100多亩。这一般人做不到。100多亩种的粮食啊，蔬菜水果非常可观的，他没有拿去卖，救济贫苦。乡下很多人年岁大了，小孩出去打工，家里留的是老人，有的时候老人吃都没有了，他供养啊，接受他布施的供养的成千上万人他能不快乐吗？快乐无比啊，他完全用他的行动实现神求啊，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人，
啊，没有说这个人好，那个人坏，啊，只是说人好，没说人坏的。啊，别人真的犯了过错了，他有善巧方便，把他扭转过来。方法都非常高明，那是智慧流露啊，法喜充满，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啊，要真正放得下，你就快乐了，放不下的全是烦恼。啊，放下，把烦恼放下，忧虑放下，牵挂放下，通通放下，只剩一句阿弥陀佛，怎么不快乐？过的极乐世界的生活，啊，佛让他表法，最后一个法特别明显。啊，那是帮助净宗解决疑难。啊，净宗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啊，遭遇到困难，许许多多人批评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啊，不许流通。啊，批评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解，啊，无量寿经注解，啊，说我们依据这个本子、这个注解修行错了，说的人多。说的时间长，所以许多原来都依会基本修行的人都改了，都把会基本放弃了，啊，念老的注解不读了，不看了。这个问题严重啊，我没有受影响啊！为什么？我相信我老师，我老师通宗通教，显密圆融。我跟他十年，我亲眼看到啊，下莲宫这个会基本是他亲手给我的，啊，我要是放弃了，改学别的了，那我的罪名真的成立了，背师叛道，啊，背师叛道跟不孝顺父母，这是最重的罪业。啊，所以我那在那个时候我常说，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天天学这个本子。啊，为什么？老师给我的，我相信我的老师，我永远不会改变。啊，无论压力多大，多少回报，我能够受得了，修忍辱波罗蜜。
啊，我每天还是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依这一部经修行，求生净土，我没有丝毫怀疑。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一表法，许许多多人信心增长了。这个汇集本是佛教从梵文翻成中文。翻译当中有很多汇集，那时候不叫汇集，叫合集。啊，几种合在一起就是汇集。啊，汇集的经典很多。啊，42章经最初翻译就是汇集。那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揭露、揭要的。啊，就像这个群书之要一样，啊，那就是汇集的，啊，汇集东西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不能汇集呢？哪有这个道理？啊，《僧赞僧》这部书里头，幻住的问答。解释得非常清楚，啊，老和尚拿到这本书做最后的表法，肯定汇集本是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注解，啊，都是佛菩萨祖师大德所说的话，没有说错，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修行，一点过失都没有，啊，是正确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道，成佛的捷径，啊，断疑生信的。无量功德了，老和尚用92年一句佛号成就，为我们做保证。啊，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心，一向转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不放在心上。啊，念佛要分秒必争。啊，我有一秒钟的时间，我念一句佛号，不要白过了。这样就对了。啊，我们这样做法，修学，对得起下莲居老居士10年的慧期，对得起黄念祖老居士5年带着重病为我们汇集成这部注解，注得太好了啊，读到他的注解一律完全消失了。
啊，正信现前了。啊，所以我在晚年华严、法华、楞严统统放下了，啊，一心一意，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无量寿经，都用在念老的脊柱上。啊，我提倡的是一部经，一个注解，一句佛号，保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成功了，啊，这是我们要感恩。啊，我们对于过去对这个法门有疑惑的人，有批评的人，甚至于毁谤的人，我们都生感恩的心。啊，为什么？如果没有这样的严重障碍，怎么能感应的阿弥陀佛嘱咐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增长我们的信心。你从这样要看啊，过去这个十几二十年这些事情，好事不是坏事啊，我们要感恩的。啊，没有这些障难，就没有佛菩萨的表法。啊，两边都感恩。啊，我们心里头没有丝毫怨恨。啊，只有感恩，只有认真学习。啊，一个是从正面教我们，一个是从反面教导我们。啊，反正两面都是正上缘，都是帮助我们提升。啊，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对于这个世间法没有丝毫贪念，纵然受种种苦难，没有怨恨。啊，刚才说了，不但没有怨恨，有感恩。啊，我们总算一关一关都通过了。啊，我们随顺祝福。我们也随顺众生，啊，常随佛学，我随顺诸佛，恒顺众生，啊，众生无论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手段，我们都能够忍受，都能够感谢，啊，他在考试，严峻的考试，我们关关通过。啊，无限的发喜。啊，我们的境界年年都在向上提升。啊，没有这些挫折，怎么提升上来？啊，所以有同学看到我们的小佛堂啊，供养这些冤亲债主的长生牌位，啊，为什么还要供养他？感恩。
善心护法给我们营造的是善缘、顺境。对我们不了解、有误会的这些同参道友们，给我们制造许许多多的障碍，是来考验我们。是用逆境、不善的缘，也是帮助我们提升。由此可知，中国古人说得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外面境界没有过失，我们要会用。顺境好，逆境也好，善缘好，恶缘也好，全都帮助我们提升。对我们都是有缘人，都是有恩德的人。我们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们，祝福他们，消灾免难，祝福他们健康长寿。更重要的，祝福他们的佛力加持，能够回归自信，明心见性，成为佛门大善知识、真善知识，来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在经史、经处，我们这个地球上，真正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只有这个法门，只有这一部经典。希望大家努力，我们要用行门，把经里头所说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经典的奥义，我们才能体会到啊，真的受用。那么降王宫，降生于王宫，能舍富贵，世中寒舍第二相的脱胎与第三界的出生，包含在这个里头，降王宫里。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脱胎，如因果经云：于是摩耶夫人于迷雾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胁入，身陷于外，如出琉璃。这佛经上的话。释迦牟尼佛他以不处菩萨的身份，从斗率天下降，降生到摩耶夫人的皇宫，金梵大王他的父亲，摩耶夫人他的母亲，摩耶夫人知不知道？知道，有瑞相，
啊，他见到菩萨臣六牙百相啊，从空中来，从他右膝入胎。啊，身让别人能看见啊，这都是神通实现啊。至于出生，这是入胎啊。出生呢，则如《涅槃经》里面所说的，从母摩耶而生，生息周行七步啊，他出生乃至四维上下十方啊，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净严书里的书与十方啊，各行七步，视线丈夫分寻之力，与十力独处无为也。啊，又为一本里面说，从右膝生，他入胎是从右膝入。出生从右膝生，释迦牟尼里头也这样说，菩萨渐渐从右膝出，出生的时候啊，妇人是在陵园里头啊，摩耶夫人右手攀着一个树枝啊，佛从右膝出来，啊，释迦牟尼里头也有这个记载，菩萨渐渐从右膝出，那么像这些经典上记载，现在一般人不能相信。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世间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事情，无量无边。啊，科学能解释的是少分。啊，科学能解释是真的，那不能解释的，就不是真的。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个老人照顾我。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70多岁，他跟李老师同年，也是老朋友，朱金周老居士，学科学的。啊，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啊，他也是地方官员，主管税务。啊，四川省跟西康这个两省税务，他做这么大的官。
他说他给我讲学佛的因缘，他为什么学佛的？啊，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打麻将，打到深夜才回去。抗战时期，资源非常缺乏，重庆有电灯，但是电灯的路灯呢，很远才有一盏灯，20之光。啊，所以就像海上的灯塔一样，让你有一个方向。啊，地面上都看不清楚。啊，你有走路的方向。啊，半夜大概2点多钟回家去，那个时候官所的再大没有车，走路啊。啊，发现什么？前面有个女人妇女在她前面，她也没有在意啊，反正前面有个人就是。但是走到半路上，这路走得很长啊，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啊，半个小时之后他忽然想到，夜这么深，这样的深夜为什么会一个妇女出来走路啊，他这么一想起来说，他汗毛直竖。仔细看前面这个人呢，有上身没有下身啊，飘着走的，他就知道那是鬼。如果他一生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别人怎么讲他都不相信。他亲眼看到，而且跟他一起走了半个多钟的，绝对不是眼花啊，绝对不是错觉。他说他真正幸福，相信轮回，是这是让他亲自看到啊，出一身的汗啊，然后他的岳父章太炎啊，章太炎的故事也很多，他听了很多，听了不少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完全接受。他知道老人讲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啊，不能说我没见，没亲眼看见就不相信。啊，亲眼看见就相信。啊，我们也是，亲，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啊，真的，啊，它变成人的像。啊，抗战时期，在湖南衡山，啊，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总想上楼去看一看，那时候母亲禁止，决定不能上去。啊，可这个狐狸有时候会下来散步，我们就碰到了。啊，面目不清楚，没有人可正面看过他，都是侧面背后，穿长布蓝褂，啊，长衫。长不长衫啊，真见过的，我见过几次无法想象的事情啊，绝对是真的，不能不相信啊。啊，那我们相信科学要再过个若干年几十年，也许把这个事实真相揭穿了啊，让用科学的方法能证明。现在外国有用录音用录像啊，确确实实录到轨道的活动的样子。我在美国看过这些资料，他们相信，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什么
是外国人喜欢这个知道这些事情啊，而是在催眠术里面起很大作用啊，催眠让这个人在催眠状况之下说出他所看到的所遇到的啊，现在的过去的他都说得出来，把他录音全部录下来，让他醒过来之后让他自己听他现在跟哪些人什么关系，过去生中都有关系啊，所以能有很多忧虑疑虑又在这个方法化解了，化解它就恢复正常。那经典里面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相信啊，如果不是真的不可以写在经典上，不能流传到后世啊。佛家五戒里头就有不妄语啊，怎么可以把佛写成一个神话的人物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今天有这种怀疑的人有啊，他也影响一些人。我们希望科学再往前进步，能把这桩事实用科学方法证明啊，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啊，断一切众生的疑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